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汉语桥2016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个人赛的银奖，让我们请出开奖嘉宾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有请。中国是个礼乐的国度啊，如果说礼呢是行为规范，那么乐就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主体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获奖嘉宾各位朋友有机会到中国音乐学院来做客。如果你们更好地学习古琴、古筝、竹笛等这样的中国器乐，会使你们的中国文化体验会更深刻一些。欢迎你们到中国来，也希望你们能够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使我们能成为更知心的朋友。好，祝愿大家。谢谢王院长。获得汉语桥2016外国人汉语大会个人赛银奖的是来自伊朗的月亮，来自葡萄牙的裴佳俊，祝贺二位，请走上属于你们的汉语大道。有请王院长为他们颁奖。好，祝贺我们两位银奖选手，祝贺你们，也谢谢王黎光院长，谢谢。